回到未来的这个三部曲里面的主角车 DeLorean 的 DMG-12，那现在这个这家新装车厂叫 Next Motor， 他打算把这台车啊复刻变成现代化的版本。那我们问问观众朋友，这台车你想要多少钱买？